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上分会选一些优秀的工具人英雄当做我们的冲分阵容。事实上工具人打法确实能让胜率得到更好的保证，但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玩，为什么？说到这个得先聊聊工具人的快乐是什么。工具人最大的快乐是赢，用更少的操作，更简单的套路，获得更多的星星，这是最表层的理由。往深一点，很多人其实享受的是那种智商碾压的快感。比如五五开亚瑟，在对面选出花里胡哨的英雄时，我掏出一个亚瑟让对方变得没有特色，然后追着他们砍，这种快乐也是很不错的体验。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工具人？最真实的原因就是无法判断当局队友是否值得自己去付出。万一我选个张良中单，兵线我让给你了，团战我来看，结果你一个人跑去了，最后输的是心不服口不服。所以不得不说，如果有的选，更多人还是愿意玩一些有操作的英雄，而不是当个工具人。